Welcome everyone to our webinar tonight.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网络研讨会。我们非常开心的，你们可以参与这个研讨会，欢迎各位的参与。另外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国语的口译呢有一些延误的情况，有一些人手的问题。那希望呢，国语的同声的口译呢，很快就可以听到。那请大家注意呢，在我们屏幕上面，我们可以选择三个语言的其中一个，也就是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分享，有国语、日语，还有西班牙语。那也欢迎各位选择语言。那之前也讲过呢，国语的口译呢有一些技术的人手的问题，先抱歉。那我们先呢事不宜迟。现在呢就是要马上开始，因为我知道呢你们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也非常非常感谢各位的出席。好，我们现在开始。现在呢我们要讲一下我们如何去庆祝您，还有您作为我们的快速成功的促销的成就，非常的开心可以看到大家的成就，我真的非常的兴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现在开始。好的，那你们很多人呢可能都认得这个投影片，这个投影片呢讲到呢您就是在这个促销里面呢，在这个月您可以得到的这一个现金还有乐趣。之前讲过快速成功的促销可以让您赚取更多的奖金，还有晋升位阶，也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呢，那您可以得到现金的奖金的数额呢，在屏幕可以看到。另外呢，如果您推荐人，那个人位阶晋升的话呢，每次他晋升的话呢，您可以得到额外的奖金，非常令人兴奋的，很开心的。另外呢，有很多的现金等待大家的。那我们也要确定的，你们每一个人呢，都好好把握这个促销，那不要再延迟呢。那您是可以去控制你所做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来位的业务，你想怎么去做都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在八月份呢，我们有一些奖金计划的增强的部分。那这个促销呢，它的设计呢是帮助您，当您在建立您自己的团队的时候，可以帮助到您的。那之前讲过，那您可以跟您的团队一起的去有业务的成长。好的，像我之前讲的，八月份呢一定是很令人兴奋的，很有趣的，也在整个来位大人体呢都看到很多的很成功的例子。那关于呢促销的第一个礼拜呢已经很大的成就，我可以呢在这个屏幕上面看到。那不好意思，那所有这些投影片呢都是英文的，可是希望呢您根据位阶还有相关的数字，那你可以看到光是第一个新礼拜呢已经有很大的成就。新生的新客的这个经理呢是112位。哇，这个是很多人呢。另外董事呢有16位新客的董事。那资深董事是新客的一位。那另外呢，我们最想达到的，也就是最高的位阶，也就是资深总裁新客的是一位。那我们有一些的增强的部分也是促销的一部分。可是当我们宣布所有奖金计划的增强部分很多人都说我知道我的潜能在哪里，那这是呢我可以看到我在来位的这个机会。那所以呢你们很多人的非常马上的已经很努力的工作。那我们很那就是 David Schnick 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努力的工作。
那我们也是非常专注在我们这一个业务。那另外呢，也可以帮大家梦想成真。那应该呢，就是我不会再等的，我现在一定要晋升，位阶晋升。所以在这个促销里面的每一个人位阶晋升，也是那我们在宣布这个增强部分以后呢，你们都可以得到这个奖金，你们的推荐人也可以得到奖金的。我们得去庆祝。那自从宣布以后呢，增强部分呢，有多少个新客的这个会员出现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哇，好棒！自从6月28号开始，产生了678位新客的敬礼。那上一个投影片我已经觉得数字太犀利了，这个是更厉害的。新客的董事是105位 ,14 位的新客资深董事 ,7 位新客的执行董事，五位呢新客的总裁。大家可以看到诞生了七位的新客的资深总裁，也是最高的一个位阶，令人非常兴奋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个增强的部分，他呢就是接受了这个挑战，也是就是可以帮助自控制你的这一个现金可以拿到多少。那么看到呢这个新客的部分呢是816位的会员。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呢就是在奖金部分呢是已经有221700美金。那将会颁发的是因为他们的质子的位阶的晋升，还有推荐人可以拿到，因为晋升可以拿到的奖金。这是不是我的时刻呢？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呢专注在成长方面？绝对是，现在就是适当的时刻。那我刚刚讲的就是总体的数字，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嘉许个人，特别呢是在促销的第一个礼拜，我们感谢各位有位阶的晋升。那希望呢你可以在我们全球的通讯录也可以看到您的名字，也让您知道我们其实呢非常感激您的努力的。好，我们现在看到新客的董事在第一个礼拜，在美国有两位新生的董事是 Christina Schubel， 另外一位呢的新客的董事是 Tammy Ward， 在加拿大呢是 J. Donato Kalakasan。 好，我要先抱歉，我要向各位抱歉，因为我现在呢就是要念出新客的董事的其他的新客董事的名字。那请注意，那虽然呢我可能没有很正确的念出您的名字，我们还是非常感恩您的努力的。啊，现在呢我会念这个名字，不好意思，我的就是念名字是很糟糕的。好，那我们先开始，是 John Kuhn。Takashi Katakoda United Vision Takada Takanko Sano Motoshi Sato Toshiko Harada Shusuke Sakura Akayo 很抱歉很抱歉，真的很抱歉。 Ayako Osaka Yuki Tokunaka Shusuke Yamachi Matako Tanaka Masayuki Yuno Ino Yulanshi。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的感谢，谢谢感谢各位的耐心在听我在念您的名字，念得不好，可是呢我要恭喜所有新客的董事。好的，我们新客的在第一个礼拜的新客的资深董事也是来自日本的，非常恭喜的是 Masayuki Jubi， 很抱歉很抱歉念得不好，那要恭喜您的努力。那对所有有
啊，位阶晋升的，都要向你们表示恭喜。好，那我们在下面讲的就是资深总裁新客的，也是来自日本的 Resonance GK， 恭喜各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兴奋的，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你们的努力。那我们就是迫不及待的要下礼拜去庆祝你们更多的成就，那在未来几个礼拜我们也会继续的庆祝您的努力和成功。那另外呢，刚刚讲过在我们的奖金计划里面有啊，这个增强的部分，我去哪里可以找到这些细节呢，就是增强的部分。那我在前面呢有一些的啊信息，有这些的资料，我可以帮助去啊训练我的团队的会员。那你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进入 back office， 在 back office 你可以在屏幕看到的一，那就是你按一下 resources， 就是资源，按完以后呢，那你就按左边的，那就是在这个菜单的下面，那他写了就是 LifeWave 的奖金计划，按了以后呢，那你可以看到的是 PDF， PDF 会有不同的语言的，因为呢，那所有增强部分呢都是在这个 PDF 的档案里面，这是可以帮助你可以赚取最高的现金。那另外呢，所有的啊奖金计划的这个文件，那就是在同页，你就是往下看就可以了。希望大家呢就是花点时间看一下 back office 的这个部分，去学习所有来为奖金啊奖金计划的内容。那这个呢就是完全跟您的奖金拿多少呢是有关系的。那另外呢，如果可以帮助您的团队，那可以去好好把握这是新的改变。好的，我们现在看一下。那我们可能呢就是我们的啊这个中文口音呢，那我在聊天室看到，那我现在按一下啊，就是在口音，那好像呢我没办法可以把它带进来，那很抱歉啊，我没办法呢可以啊把啊这个口音员带进来，那可是呢我们会一定的会把这一个研讨会呢会翻成国语，那就是给所有的讲国语的会员的。好的，那现在我们呢就是看一下一些比较有趣的资料。每次我们来，虽然呢我们要去庆祝，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啊研讨会里面呢可以学习到更多的资料，那另外呢可以更受到启发。那今天呢我们会讲一些是跟您的业务有关的，就是跟团队有关的，你们一起合作的，如果一起合作的会有更大的成就。我们知道呢，那如果我们一起合作的就会更容易成功，但我们呢啊，就是我们的目标是要得到每一个人的成功，那这个呢就是可以带来来为大家庭的成功，也可以帮助您增强您的业务。那另外呢，您跟其他人分享来为，那不只是可以帮助他的健康和幸福，也可以帮助自己的业务的成长。那这个生产呢，那可以帮助您的做领导的才能的增强，还有啊，就是互相的一个交流的增强。好，我们一起的，那我们呢就是把握不同的成功点，让我们呢就是可以整个组织都会成功，也可以更快的成功，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我们知道呢，你自个人的成长不只是个帮助你，可以帮助您的团队，也可以启发其他人还有其他的会员。那现在我们讲一下有一些什么作为领导的重要的部分，我很喜欢速写，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可以记住
怎么样可以成功，另外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记住成功的部分。那我很喜欢 Prime 这个英文字呢，意思呢就是最棒的、最好的、最卓越的意思。我们现在呢就看一下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最卓越的领导。好，先看第一个英文字母 P 就是速度的意思。那我们作为领导，我们是制定速度，那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的团队，让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组织啊，在您的指导之下，那所以呢，团队呢会看到我们的成长，还有呢我们的这一个强项，我们的优胜的地方，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得制定我们自己的一个速度，在训练方面，在发这个讯息等等方面，那可以帮助您在做这个业务。那另外呢，很多时我们呢就是如果把人拉过来呢，他们都会抗拒，不是，是刚好相反的。如果我们呢就是推这个人上去的话呢，需要很大的努力。那如果呢我们呢就是设定速度以身作则的话呢，其他人就会跟着您的做法去做的，可以复制您所做的。好，R 呢 ？R 就是驾驶的意思，就像我们今天呢是驾驶您，我们是庆祝您的成就。我知道呢，很多人呢在你们团队已经在做这个工作，那我们对于努力的工作才能，那另外呢，对于团队的整体的贡献，我们都会有一个驾驶，这是很特别的。那另外呢，你应该把您自己的梦想目标跟您团队分享，那团队也应该这样做。我们知道我们对于组织的目标，另外自己的目标，那我们在一路做的时候呢会去庆祝，这是非常强有力的。那我相信大的梦想和目标，那可是呢我们还是有一些重型的还有小型疯狂的一些的梦想，我们必须知道说这些梦想目标是什么，这是跟我们的心态是连起来的。那我们在庆祝的时候呢，我们释放安多芬，我们笑，我们讲好话，都是很正面的。那这个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行为。那就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那都想去，我们呢就是要去好的一些好的一些行为，我们现在释放更多的安多芬，我们一起的庆祝，一起的努力的工作，那我们庆祝成就呢是很棒很令人开心的事情。好， Prime 这个英文字的第三个英文字母呢是 I， 启发。那启发呢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感到非常兴奋呐，受到推动鼓舞，那我们呢都是非常兴奋要去做，我们要去做一些很棒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呢这个推动力呢，那有时候可能结束了没有了，可是一个很棒的领导呢，他不只是去推动去鼓舞，他也会去启发，那启发人的一个承诺去做更大的事情，那去了解究竟呢我们希望有些什么成就，我们也去启发梦想。那当您想要决定你要做一个什么的领导的时候呢，我鼓励您把热情这个推动驱动给您的团队，不只是给您自己，也给您的团队，也鼓励他们互相的启发。那当我们没有了这个推动以后，我们还是有一个启发，我们知道我们希望得到的梦想目标是什么。好，下个英文字母是 M 呢就是良师益友，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字。那很多时当我们呢在我们业务里面有新人，我们呢会教几个东西，那可是呢我们跟他在新人在一起教他一些的无形的一些东西，那怎么样呢可以建立一个健康很强的一个业务。那不只是呢去一味的就是拉他过来，我们得去教他，那我们得去指导他们，就是指导他们带领他们。
那就是你也看他来找你，希望有更多知识的，就是您得去指导他们的人。那我对一些事情我们很兴奋，我感到启发。那如果你有大的梦想的话，那你可能不知道怎么达成，这个您得去找您的良师益友，那就是您得成为其他人的良师益友。而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对这些找我们的人、问我们意见的人、让我们指导的人，我们得做后续的工作。那另外也提醒他们，他们的梦想目标是什么？有时候他们可能很累，那或者是已经没有推动力了，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作为领导，我们作为他们的良师益友，我们作为他们的一个责任的伙伴，那叫他们继续的工作。这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强的领导会帮助他们的团队去度过艰难的时刻。另外最后一个英文字母呢，就是 prime 这个字呢，最后一个英文字母是 E，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英文字母，因为我的名字也是 E 开头的，我很喜欢这个字。其实呢，所有那五个英文字母我都很喜欢。那最后一个 E 呢，就是教育的意思，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很透彻的了解 LifeWave 的产品，叫他们 LifeWave 那是产品不可思议的科技。那我们在 LifeWave 呢，现在非常特别的，那我们有的是别人没有的。这个呢，不只是我们有一个很棒的科技，那是我们的创办人创立的。另外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一个建立一个社区，一个生活方式，那我们可以选择，那就是更健康、更开心、更自由的一个生活方式。那另外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是奖金计划的增强的部分，那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们也可以自决定我们要赚取最大的一个收入啊，这个现金是多少。那所以呢，这个我们是在这里有这一个机会的。那所以我们要去帮助我们的团队，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有些什么是可以提供给他们的。那另外呢，基准是什么，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些成功的基准。好，我想最后一个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得花时间去在我们团队里面建立起一个社区。那你在这出席这个研讨会，那你庆祝团队的成就，我们一起的庆祝，您是社区的一部分，也是来为大家庭的一部分。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您的团队里面得建立一个社区，因为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小的、比较紧密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家庭。那我们呢得就是把握这个机会，我们要去联系，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没办法一起的去庆祝，一起的去教育，一起的成为其他人的一个良师益友。那我在上个周末呢，那我参与了一个超级星期六的一个活动，里面很有趣的、很开心的、很有精力的，很多的音乐，当然呢分享对于用产品的一个体验。那我真的很喜欢的是每一个人都穿同一个颜色，都很开心的，他们完全呢就是加入了一个社区。那就是我们要成为这个社区里面的领导，那希望呢您也可以这样做。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我们的产品呢是别人根本追不上的，那没人可以追得上我们的，那我们那些产品没有人可以追得上的，可以赶得上的。那我们一定要更兴奋的、更有乐趣的。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重要性，很感谢您参与这个社区。那另外呢，也更广的、更深的去推广我们这个社区。像我当过大案呢，每次呢我们有这个研讨会呢，我们都有奖品礼物要送给大家的。因为呢，您就是抽时间来出席这个会议，更重要的，您就是留到最后。
那我知道呢，我们的驾驶的这个资深经理呢，他也在会议上，那他看到的评语。那另外呢，就是在注册的名字呢，那他把这个名字呢，就是放到我们的随机机里面看一下呢。啊，我们抽出是谁？是 Eva Anson， 恭喜。那您是我们今晚的奖品的得奖者，那这是呢，我们送出的是一个棒球，棒球帽，那上面呢就是有我们来瑞的标志，还有 X39， 我很喜欢这一个奖品，我们会马上寄给您的。那我们呢就是啊，所以我们的这一个驾驶部门呢会拿到您的信息以后呢就会寄给您的。那感谢各位出席，那希望大家下个礼拜也会出席，我们会更进一步庆祝您的成就。那希望呢你们也好好把握这个促销，很令人兴奋的，很有乐趣，很开心的，这个就是让您可以跟您的团队一起合作。那另外呢就是很开心也可以赚取额外的啊这个现金。那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晚上，感谢各位的出席。那像我们行销副总裁说，我们继续加油，继续的努力。那我们呢一起要做到10亿美金以上。好，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晚上。